哥来了。大家放心吧，公司督办亲自到了矿上，下帖子请我们议事，总会拿句话出来的。是啊，他们还敢怎么样？哎，易老弟，你们可要当心呐，矿上连洋枪队都调来了。洋枪队怕什么？他们也是人吧？是人，他就不能不讲道理。走吧。督办大人有话，只准议事的头脑上去，闲人一概等在外面。好吧，那你们就留在外面吧。枪令待到。你就是领头闹事的萧长定吗？兄弟们抬我出来给督办大人回话，要矿上马上发薪欠饷。胡说，本矿乃官督商办的重要实业，你领头闹事，朝廷降罪下来，你担待得起吗？各位大人，今天是你们下帖子请我议事，我又不是犯人。放肆！系统大人，放大！开枪！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，快走。完完了，人家又是马刀又是洋枪，你拼得过吗？查萧昌定系会匪魁首，纠众闹事，阴谋不成，着即正法，从犯十八人，监禁终身。今后如有再敢聚众滋事者，一律严惩不贷。拉下去。
老林，这就是陈振云在矿上开小车。哦，看了长沙书记部寄给我们的劳动周刊，心里直发痒，可又不知道怎么干。雷先生来指导，真是太好了。不是指导，振云兄弟，我们大家一道给工人办事。我叫雷焕觉，以后称呼名字吧。哎，我来，我来。振云呐，你先领老林去吧，我交了差就来。走。走走走，走开，走开。谁捣鬼？谁不来了？哎！别走吧，别走吧！别走，别走！再来，再来嘛！告诉你，别走！霸王组赢了不让人走，输了也不让人走，这么讲理不讲理啊？他妈的，谁是霸王组啊？好好好，我借给你两块，输不起，不要脸怎么样？妈的，去你妈的！这不是太极的动作，瞎了你的狗眼！你干什么？哎，有你什么事儿？猛子，干什么？又在惹是生非。走。徐建国，对不起啊，年轻不懂事。还不够走？走。找死！气死！你不看看什么人摆赌摊，人跟鬼斗，你斗得过吗？走。哎，振云。那个年轻人是谁呀？他叫易猛子，是我的亲戚。啊，他就是这个性子。嘿，真是新鲜事儿，不要钱，不受私也。哎。兴许是耶稣教玩什么把戏吧，说不定是小善堂做好事，体恤我们工人。哎，工友们，都来念书吧！啊，啊。工资不出头，念的书也翻不了身呐。这位工友解错了，工字顶大了。你们来看，上顶天，下离地，工人两个字加起来，那就是个天字。你们说，还有比天大的吗？这先生有学问，解得好。这位工友贵姓啊？他叫杨彪，我叫李逵。他干什么呀？啊？啊？干什么？人家长沙来了先生，办学堂。黑脚板还想中状元？哪儿来的？请问你是哪一部分的？嗯，
我？他是陈工头，总监工王连魁的大舅爷。哈哈，陈工头，有什么贵干呢？三老爷让我来查问查问。哦，这矿上的总监工也管办学堂？王胡子除了东阳人跟矿长，这里啊，谁放个屁他都管。谁呀？谁？谁？妈的！呸！当心饭票子过河。有没有公事啊？有啊。这是县衙门的批示，你验验，大印官章全不全？还有衙门的告示。平民教育会有幸给这里的商会沈会长，我已经拜访过了。哦，是官家办的啊，是官家办的就好啊，是官家办的就好。哎，幸会啊，幸会幸会。哎，留步留步留步啊。工友们，都里边坐吧，啊，都里边坐吧。猛子，我们也来念书吧。我不想当师爷。走。穿长褂子先生能跟我们一条心呐。猛子哥，猛子哥，哎，你看谁来了？哎，你爹叫我来的，郑云哥找你呢。又是为了念夜校，我说了不去。猛子哥，嗯，你为什么不愿意读书？读书不管用，拳头不硬，到处受气。我爹担心呢，爹说的日子都定了，爹怕你整天打拳踢脚，又惹出事来。你爹呀，就是这个脾气，走路都怕杨树叶掉下来砸破头。回来了。
这是什么？打开看看。好看。嗯，真好看。上妆洋布嘛。爹，你又跟工头借钱了？爹，这种阎王债我们还都还不清，你又去借。哎，孩子，这是你的终身大事，再穷也不能让你一身补丁嫁过门去吧？啊？猛子，吃饭了。哼，每天吃这个臭煤米，连他妈牢饭也不如。什么牢饭？这是老板工头吃我们的剥削。你说什么？剥什么？剥削？啊？就拿这点煤米饭、盐水汤来说吧，顶多快把钱一个月吧。可工头呢，一个月倒要扣我们两块半呢。不包他的伙又不行，这就叫剥削，懂吗？海生，你这是打哪儿听来的？老雷讲的。老雷？啊，就是夜校的雷先生。哎，吃饱饭没事干了，在这吃讲啥呀？干活去，快走。走了你。哎，走，还站着干什么？走啊，走，走了。德平，德平，德平！哎呀，哎，鬼打了！出事了！怎么了？德平，刘德平晕倒了。啊，在哪儿？在那儿。别动。大家散开，散开，散开一点，散开一点，让他透透气，透透气。散开，散开。刚才还好好的呢，一会儿就得罪了姚王爷了，遭鬼打了。什么鬼打？还不是通风箱坏了，井里有了煤气。可不是吗？说了几次了，就是不修。
谎称就知道赚钱，拿人命不当回事儿。去，咱们找矿上说说去。对，一定让他们把通风箱修好。走，闹不得，千万闹不得。这怎么叫闹啊？工人就不要命了？是啊。哎，好了好了。哎，德平醒过来了。醒了。别为我一个人闹得大家饭碗给砸了。老刘，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，今天你碰上，明天还不是谁碰上。是啊，不闹不行了。对呀，不闹不行了。找矿上说说去。咱们找矿上。走，快走，快走，走快去。闹不得的，聚众闹事，这个罪名压下来，不是砍头就是做班房。别去。哎，干什么？妈的，要造反了啊，要造反了啊。你倒会享福啊，大白天在这睡太平觉。嗯，他到了冷壁昏过去了。通风向不修，早晚出人命。井下出轨，个人碰运气，就你的命金贵。蒙的，跟工头好好说话，别像吃了炸药似的。陈老板，万事都得讲个理字啊，煤气多了烧起来，谁管呢？我只管出煤，修通风向的事找总监工去。走，干活去。走了，起来，走了，快走，走啊，快走。这怎么办呢？猛子，你哪去？找王胡子去。你是去找死，那就看着大伙送命。猛子，嗨。亲家，拼着我们几个老没脸的到矿局的走一趟吧。啊，就要给孩子办喜事了，可别闹出什么事情来。哎，试试看嘛。新来的这个吴矿长啊，看着好像蛮和气。是啊，去一下吧。求求矿长大人，求求三老爷做做好事吧，体恤我们工人的下情。好了好了，这芝麻大的事你也来找矿长啊？三老爷，这可不是小事情，通风巷垮了要出人命的。是啊，求求总监工，求求矿长发个慈悲吧。啊，哪一个矿里没煤气啊？就你们的命值钱。挖煤的也是人，连亏。好吧好吧，我晓得了啊。维持这个矿可是不容易啊，眼看日本借款的利息就要付不出了。你们都是吃了矿上几十年的饭，该多下力多出煤，不然矿倒了大家都没饭吃啊啊。至于哪里该修哪里该补，矿局是有全盘计划的，你们就不必操心了啊。矿长大人呢？好，我知道就是了，我知道就是了啊。哎，走吧走吧啊。连亏兄，这修通风巷的经费啊，
老兄也要留个地步啊。矿长，矿井已经三个月没关响了，我这个做局长的，哎，你我之间什么话还不好谈啊？只是在总公司的吉田顾问面前，老兄得让我搪塞得过去就行了啊。我早说了，求他们没用，你偏不信吗？你就是嘴里求出血来，老板也只当你喝了苋菜汤。哎呀，老二，你就少说几句吧。雷先生，您走好啊。老刘，你别送了，哎，歇着吧。好。怎么，雷先生不多坐会儿了？不坐了，有空再来。哎，嫂子，让德平哥来夜校听道理吧。你皇上不下圣旨，他做不了主啊。去，净拿我开心。好，走吧。好，老刘，走了啊。老陆，嗯，挑脚呢？家口重啊。小香，舅舅，爷爷在家吧？在家。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，舅舅来了。姐姐，兄弟，大伯，老雷又来看您了。大伯，雷先生，舅舅，哎，来，叫雷先生。雷先生，哎，小伙儿，带小香外边玩去。大嫂，雷先生，蒙子兄弟，请坐嘛。怎么，又跟大伯顶嘴了？不是我顶嘴，老耿大伯是有名的泥巴坨，人家捏圆就圆，捏扁就扁。可你犯得上跟着他去白找气受？那依你该怎么办？依我？那，把王胡子拖进黑巷子，打他个半死。哦，这就了事了。那下井就不遭鬼打了，这苦日子就好过了。反正不能低声下气去求那些狗娘养的。年轻的人呢，真不知道天高地厚。大伯，猛子的话也有道理啊。资本家都是一个铜模子里铸出来的，你哭不出他的善心来。你看是吗？他们就认识这个。猛子兄弟啊，拳头硬有好处，可你两个拳头也砸他不烂嘛。哼，拳头拼拳头也不是拼了一回了，可哪一回得了正果呀？人家有枪杆子撑腰，有印把子做靠山。是啊，所以我们工人也要找个靠山呢。靠谁呀？工人嘛，就是一个肩膀两个手，有什么靠山呢？大伯，工人的靠山就是我们工人自己呀。你想一想，这矿山有万把多工人，要是大家拧成一股绳，他一百个猴啊，一百条心，难呐。俗话说得好啊，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呢。可是东洋人拿走我们的煤，一吨才算三块钱。这样，我们工人的血汗，就叫帝国主义喝去了五分之四。可剩下这三块钱，我们工人拿多少呢？按照矿局的规定，只有二角七分钱。
就剩下这一点点，再加上工头的七折八扣，层层盘剥，落到我们工人手里头，还有多少呢？十个大铜板呢？哼，连十个铜板都不到。嗯，都给他们吃光了，不讲我们还不知道呢。这些黑良心的家伙。哼，这东洋人、资本家和工头，就是穿了连裆裤子，骑在我们工人头上的。是啊，他们就是想叫我们工人永世做牛做马来养活他们。这，老刘啊，你看呢？雷先生，我们工人苦是苦，可也不至于是畜生，是牛马呀。哎，我们一天到晚四个蹄子替老板干活，动不动就脚踢鞭子抽，这不是牛马是什么？是啊，老刘，养牲口也得要喂草喂料，井里出了煤气，老板监工只图自己发财，不修通风巷，连工人的死活都不顾。你说，在老板的眼里，我们工人哪一点比牛马强啊？猛子，你说吧，老雷，有没有办法不给他们做牛马，不给他们骑呢？有啊，猛子兄弟。当然有，有什么办法？首先，要大家知道自己是在给人做牛马，这你一点名，我们心里就亮堂了。还有呢，光这几个人知道了，那还不够啊，要全赣西所有的工人都明白这个道理，大家挺直腰板子，起起心来跟资本家斗。全赣西矿的工人，猛子。来夜校听道理吧，就这么一个和尚一个和尚念经啊，那念到什么时候？猛子，您好您好，这个好，您好，哎，蛮好的，到门口干好干好干好，来来来，哎，来，你看，漂亮，这位吧，打扮好了吧？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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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。哎呦，这哪儿的仙女下凡了？哎，带上，带上。去啊！恭喜恭喜呀！雷先生来了，大伯，大伯，给您道喜了。你看，还惊动了你了，里边坐吧，里边坐。哎，孙子嫂，恭喜你啊！雷先生，请坐，请坐。好，大伯，我也凑个份子，取个吉利。哎，哪里还要雷先生破费？你看，这是谢谢谢谢。怪不得人人夸雷先生呢，都快跟我们工人盼亲戚了，不是吗？来，雷先生，喝杯喜茶。四嫂，谢谢你，坐吧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哎，新郎官呢？陪他老丈人打连班去了。老耿大叔借了人家驴打滚的钱。哎，新郎官来来。哎，蒙哥，蒙哥，恭喜，蒙哥，你回来了。别闹了，快去打扮打扮吧，时辰快到了啊！快，快点，快快！哎，我再到亲人家看看去啊！人家快，娘快点，快点，好了，好了，猛子已经回来了。哎，蚯蚓他爹呢？快了，快了！哎呀，别动你！哎，小虾，不认识了吧？小虾，你说他是谁呀？说呀，小虾是谁呀？新娘子。春云姨，春云姨，我要跟你做花轿吗？我也跟你做花轿吗？春云姨，我也跟你做花轿吗？时辰到了，该上轿了。哎，盖头，在那儿。小妹子，不，爹还没回来呢。嗨，这个老耿爹啊，也真是的。
发酵可不能误了时辰呐。哎，乔妹子，先上轿啊！发酵可不能误了时辰。先上轿，先上轿了。嗨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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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不是死于瓦斯，是死于惨无人道的当局。他们活活地杀死了上百条生命。这种事情竟然发生在20世纪的今天。凡稍有人心的人，怎么能视若无睹，怎么能不愤慨万分。别哭了，孩子。天塌下来也得顶着。哭有什么用呢？老板们的心都是铁打的。你爹忍气吞声的给他们做了一辈子的牛马呀。可这些狗娘养的却下了这样的毒手。老耿哥，我知道你死不瞑目啊！你爹，爹，回去吧，爹，回去睡吧，别再惹秋妹子难过了，回去吧。到哪去出这口气呢？我们到哪去出这口气呀？老何，就要开车了，要开车了。写好了吧？写是写好了。不过老何，我改了主意，我决定搭你的车去长沙。亲自向书记部汇报，同时把这次事故的真相在长沙报纸上通出去。好，老雷来了。好，我们马上研究一下，抓紧这个机会，好好的对工人和家属进行宣传。嗯，来，你吃点东西吧。对，先吃点东西再说吧，又熬了一夜了。这个准是矿上人宣出去的。你看出这一点来就好了。怎么样，把抓的人先放了吧？放人？现在事情不宜闹大。哎，他在长沙登他的报，我们在赣西怕他个屁。连魁啊，社会舆论不能不重视啊。现在潮流不同了，什么名流学者都在喊劳工神圣，吴大帅不也在讲保护劳工吗？嗨，那还不是官样文章。是啊，那我们这个矿少不得也要做做面子啊。今天商会上的沈光头和学堂的孙校长也在茶馆里吵，说要组织什么调查团呢。要真闹起来，他老兄的面子上也不好看呐。好吧，矿长怎么说怎么办吧。我王连魁是落伍了，看矿长的文明手腕吧。看他神气的，
就凭镇守使是他的把兄，他哪儿还把你这个矿长放在眼里？不要性急嘛，太太。他们这一套做法过时了，弄不下去的。现在全中国懂得办矿的怕也没几个，要不然吉田顾问还不会请我来呢。点一点数，16块钱，一匹马也值50块呢。马，马死了能吃？下一个，去去去去。你家死了谁呀？这座姓冒充的。我是替秋英来领他爹的。他没得领了，全扣光了。这怎么了？算上16块抚恤金，张老耿连本带利还欠我54块，你自己看看。这都是张老耿打过手抹脚印的啊，怕你们有二话说，我把中人也带来了。哎，怎么样啊？倒是开句口啊。张老耿倒好啊，腿一伸落了个干净，我可倒了霉了。照说呢，女婿是半子，好替丈人老子还债，可猛子又关进了班房。班老爷那个脾气呀，哎，就是出来了也不知是死的是活的呢。陈老板，你就可怜可怜吧，一个孤儿弱女的。那怎么办呢？我的钱也是背利息借来的呀。孤儿弱女也有孤儿弱女的办法。秋英姑娘相貌长得不错，不怕卖不出价来。陈老板，你就做做好事，积点德吧。呸！你积德，你替他还债。吃了几天饱饭，你也得充人物。好，怪我嘴直，哎，说出来了。其实啊，秋英姑娘也只有这一条路好走。哎，好在干洗矿上也算不了头一个。怎么样，秋英姑娘，还是自己拿拿主意吧。啊，是还钱呢还是？我还，我还你钱。你，你拿什么来还？这你不要管，反正我卖命还你钱就是。好吧。哎，你们大家都听见了啊，张老耿借的可是对本利啊，到下月不还呢，就是108。
苦。出去玩去。爹，我想过了，只有卖了小香吧，救大不救小，成工头说得到做得到，想法子把老二救出来，叫他们夫妻团圆。小香，小香，我不信，不信。你自己去问。小香是我的肉，我不是不心疼，可是不能看着秋妹子下火坑啊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不要卖我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不要卖我。爷爷，你不要怪我，爷爷。我问你们吃饭，我不吃饭好了，爷爷，你不要怪我。爷爷，你不要怪我啊，爷爷。爷爷，你不要怪我。爷爷，你不要怪我吧，爷爷。爷爷，爷爷。孩子，老二，你
疯了，快把刀给我。嫂子，你别管我。不，叫我出去。不行，你给我刀，你要吃亏的，猛子。嫂子，你想想这一家呀。嫂子，你放开我。不，放开我。老二啊，你嫂子，猛子，你雷先生，快来帮我。嫂子，你放开我，我要杀了这些狗娘养的。不，我不。顺子嫂，你放开他。拼自己一条命，换陈工头一条命，那真是再容易也没有了。我怎么办？我怎么办呢？我懂，猛子，我懂。可你杀了一个陈工头，还有李工头，你杀了个王胡子，还有张胡子、赵胡子，管什么用啊？报仇就要报大仇。把这些把头、老板、军阀、土豪一起消灭个干干净净。猛子，打树叶没用，要挖树根。可这要等到什么时候？为了天下穷哥们翻身，一天不嫌早，十年、二十年也不嫌迟。老二，你到哪儿去？我找老雷去。猛子，老雷，该怎么干你说吧。从今以后，你往哪儿指我往哪儿走，上刀山下火海，我绝不回头。心扑在邱老板，老板呢从来不对他发慈悲心肠，整得他家破人亡，菩萨呢连个屁也不放啊。所以我说呀，咱们工人打破迷信，咱们要靠自己。完了，老何回来了。回来了。怎么样？长沙有信。海生病发了，你看你在家睡一睡嘛。每天这时候不来夜校，上了床就像没吃饭。你主持下吧。好。下边谁接着说？哎，自由演讲嘛，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。说吧。我不会打演讲，我有个心思，说出来大伙帮忙解一解。老雷讲了，香港的洋船工人跟英国资本家斗，粤汉铁路工人跟官府斗，大家说说看，难道我们就缺鼻子少眼睛，
就甘心给资本家做牛做马？对呀，我们也有很多本人呢。我也打个演讲。上去，去，下去。说呀。哎，我就是猛子那个意思。猛子什么意思？说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说点，别地方跟老板斗，都有个团体，我们也要借他的团体啊。对呀、啊，我们有了团体，那资本家就不好拿我们工人一个一个开刀了。是啊，通风巷垮了，我们要是有个团体出头讲话，那就不会叫几个老头子白去磕头作揖，松口可扣抚恤金，也没人敢出来说句话。对，让孤儿寡妇的眼泪往肚子里咽。对，风景死了那么多人，谁敢说句话呀？对，组织上分析的完全正确，现在工人迫切的要求组织起来。雷先生，老雷，雷先生，老雷，我们结他个团体吧。雷先生，给我们结个团体。老雷，你怎么干？人家长沙都干了，我们也干吧。雷先生，你叫我们干吧。我们建起来，我们建起来，我们建起来。米豆腐、盐茶、鸡蛋，米豆腐刚出锅的，盐茶、鸡蛋，米豆腐。往里边坐坐。哎，今儿想什么？你听嘛。你们又不是挖煤的、开车的，来干什么？嗨，我们又不是师爷，也想念点书，识几个字嘛。是啊，是啊。哎，那你们就给大伙儿磕头吧。磕头啊！我们这是新学堂，不拜孔夫子，新学生到校要给老师跟老学生每个人跟前磕个头。李逵，不要难为他，是工友来念书，我们都欢迎。好，大家跟着我念，一人两手，一人两手，两手十指，两手十指，真就是这些吗？就是这些。去了几次，他们念来念去就是一人两手，两手十指什么的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去吧。好，以后没事还要常去听听。是。矿长，你也太操心了，这些煤黑子不念这个还念什么？两奎兄，还是要小心谨慎为事啊。上次长沙登我们的报，我就有疑心这个夜校。哦，这夜校是评教会办的，校董是商会的沈光头啊。评教会不作兴是幌子。近来有批读书人受了俄国过去派的传染，到处鼓动工人，连长沙的剃头匠都闹什么罢工。那我一张封条把学堂给封了。他没那么容易吧。工人要办俱乐部已经在县衙门备了案。这怎么行啊？这是潮流所趋啊。连奎兄，你看他提的宗旨是联络感情，涵养德性，你有什么理由不准他呢？那往后工人还怎么管？这不成了无法无天的世界？就看你怎么管了。吉田顾问早就说过，实业管理是一门学问呐。
大伯，您来了，您坐。雷先生，商会省会长来了。沈会长，老蒋，恭喜恭喜！来，你们请，请。大家定情歌声，这里边有单双的牌子麻将，高山的鱼肉，不抓鱼不出头，欢迎大家定情歌声啊！这是高山的鱼肉，文明游戏，来，请定情歌声。来，并且这里面有单双的白酒麻将，完全是高山的娱乐，文明的游戏。来，欢迎大家定情玩耍啊！就差一个字，一个是俱乐部，一个是游乐部。你看里边，不是工人，是私业老板、工人一锅煮。嘿，乖乖，真热闹，光麻将牌啊就摆了十几桌。一个俱乐部还不知道加入好是不加入好，又出来个游乐部，哼，唱对台戏了。哎，这可不一样，俱乐部啊是我们工人自己的，游乐部啊是老板工头的马蜂窝，糊弄我们工人的。你听谁说的？郑海生说的。胡说，俱乐部是乱党。李逵，你跟着郑海生跑，当心掉脑袋。谁加入游乐部啊？我当介绍人呢。啊，哎，哎，老郭，你加入吧。我啊，我哪头也不入。亲不亲故乡人。当初你逃荒到赣西，要不我看在同乡份上收你在矿上做工，你这一家不早喂了野狗了？做人嘛，总得讲个人情啊！啊，给孩子看病啊！妻贤夫少祸啊！两口子商量商量，拿个主意啊。要加入游乐部啊，好处说不完了。你要跟俱乐部走，小心饭票子过河。哎，小平大弟，这钱咱可不能要，还他去。啊，徐建功。小平他爹，退了俱乐部吧，咱哪头也不入。这是硬扎寨打死仗的时候，那些新来的怕事儿，要退出去难怪。可你个老夜校，也夹在当中打退堂鼓，这不是存心拆伙吗？猛子。我有我的难处。什么难处不难处？哦，叫资本家哈口气就吓破胆了。你别净听老婆的，你还像个男人吗？你说我还有个自由权没有？德皮哥，入部退部当然随你自己，不过你要小心别上了资本家的当啊。我知道，你们放心，我不会做对不起人的事。我哪个部也不加入了，说得好听，叫资本家掐住脖梗子了，怕不叫他牵着鼻子走。你还有点骨气没有？猛子，好，猛子，我惹不起你，我不跟你说。你们看吧，我刘德平不是不知好歹的人。老刘啊，德平哥，老刘，骑马的向着坐轿的。穷人的心可向着穷人呢。我们知道你是个正派人，不会存心听资本家的指使。可老板和工人是两个对头阶级，这你不是不知道。老刘，
你想站在当中，两头都不得罪，这是做不到的。好吧，你先回去，回头我再找你谈一谈。退就退，少了他个芝麻还怕榨不成油。你这是干什么呢？我们现在团结人还来不及呢，团结这种人呢，这有什么用？孟子，要是工人都一样有觉悟，那还要我们干什么？你这种态度，那是中了资本家的计，你是把刘德平往游乐部里推呀、啊！德平哥，你等一等。德平哥，我们一块儿走。哎，海生啊，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去你妈！怎么？哎哎，看你良心！趁我！啊！妈的，胆子不小！看你敢拆游乐部的台！小子，他妈还装死！就死了吧，就说得疾病死的，叫人抬水埋了。谁？我。哦，是你呀、啊。郑海生是得疾病死的，知道吗？你老老实实，我亏待不了你。要乱说一句，这就是你的榜样。赶回去，赶回去，回去！死哥把人有什么心思？走，走，走，赶回去，赶回去，走！等一等，他怎么死的？我知他怎么死的，还不是得疾病？我看他倒在地上。不对，我看他是被人打死的。什么？你抢过来人呢？你看见了？他头上有青，嘴角流血，是你们打死的。小子，你血口喷人呢！他妈，他妈，走，赶回去，走，弟兄们，我们得替郑海生伸冤，不能叫人家白白打死。对。
死。我们找矿上说理去。走，说理去。好，矿说理去。总监工，接总监工。走，进班人好好的，怎么会得疾病死了？你说，我怎么知道？咱们矿上讲理去，去就去。走，怎么了这是？我怕你们。走走走，到矿局去。走走走，矿局去。怎么了？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对，去看吧，去看。丁云，快说，去。王三，他跑了。出了什么事？还生叫人给打死了？可他们说是得疾病死的。赶紧去。走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想造反了？三老爷，你看，你看，这个姓郑的明明是得疾病死的，我好心叫人把他抬出来，他们反而赖我打死。混账！都回去干活去。死个工人也这么闹起来，这还像话？回去，都回去。不行，我们工人不能叫人白白打死。就是打死了，也由矿局查问，用不着你们管。打死了工人，我们俱乐部不能不问。荒唐！什么狗屁俱乐部？工人管到矿局头上来了，这还了得？都给押回警局去，不去的统统给我抓起来，把他们赶回去。走走走走，快快快快快快！回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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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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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回去。德平，怎么回事？哎，矿长来了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简直是作乱！我们工人给人打死了！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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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走！下去。工友们，我们大家都先冷静一点儿啊！是吧？凡事都要讲个道理的。我这个人就是主张文明，主张公道的。那个姓郑的，真是徐建功打死的，我头一个就放不过他，一定依法严办。要是病死的，我们也不能够随便的冤枉人啊！啊！他头上有青，嘴角流血，明明是被人打死的。那好吧，就请矿局当场验尸。对，验尸，当场验尸吧。验尸。你是铁路工人，井下的事跟你们没关系。吴矿长也兼我们卢局的局长，我们请他主持公道。请矿长主持公道，验尸好了。把尸首抬出来。抬出来，验尸。好，好，验尸当然可以。不过我要再问一句，就说姓郑的是被人打死的，我们也不能肯定是谁打的呀。徐建功，哎，你看见这个姓郑的时候，可有什么人在场吗？有胡工头。那好啊。叫胡工头出来作证。哎，不行，我们不要工头说话，我们不听工头的，不要工头说话。我们不要工头作证。工头的话你们不信，可又没有个人证物证，怎么好一口咬定是徐建功打死的呢？哼，这样吧。大家还是上工去，这件事啊，相信我，吴某人一定负责调查个水落石出。把尸首抬走。哎，这老何怎么？慢一点。哎，老雷，
主任来了，雷先生来了。放下。还是请矿上当场解决的好。这位先生贵姓啊？怎么来管矿上的事？我是工人俱乐部的主任，我姓雷。工人的事，俱乐部当然要问，要管。啊，哈哈，那就请你雷先生说说看，该怎么解决呀？啊，要郑海生同班的工人出来作证。对，叫同班的工人出来作证。谁跟海生同班呢？谁是同班的？出来啊！同班的出来。刘德平，刘德平，刘德平，老刘，德平，去吧，去吧，说说去。去吧，老刘。老刘，你去吧。德平，去呀。老刘，说说海生怎么死了。他是在场的吗？嗯。刘德平啊，我早知道你是个忠厚的人，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，你可要老老实实的讲啊。你可要想想再说，不要冤枉好人啊。老刘啊，郑海生一心一意为工人，我们不能让他死得不明不白呀。老刘，你把郑海生怎么得疾病死的跟大伙儿说说吧。你让他自己说。让他自己说。德平，你倒是说呀。老刘，你快说呀。我说，郑海生，是他，是他，徐仁是他打死的，还有胡工头，胡说。我亲眼看见他打死郑海生，用这条手巾把血给擦了，你们看，他还逼我说假话，逼我说假话。老刘，德平哥，闹什么？打死就打死了，怎么样？把枪放下。工人是人，不是牛马，不能听人糟蹋。吴矿长，刚才你自己也说，主张文明，主张公道，事情今天大家都看见了。你要是不依法惩办凶手，我们俱乐部就要向社会各界控告你们，向全中国、全世界控告你们。雷先生，你办俱乐部也是矿上人呢，何必去惊动外人呢？混蛋，我就会被你骗了，把他押起来，押走了。要凶手查明。矿长，矿长，矿长，三老爷，三老爷，三老爷，矿长，三老爷，三老爷。好了好了，现在事情弄清楚了，大家还是上工吧。啊，我一定依法严办，依法严办。慢着，大家都慢点走。
郑海生是徐坚公打死的，可是姓徐的跟郑海生一无旧仇，二无夙愿，他为什么要下这毒手？他为什么要打死郑海生呢？为什么？那就是因为他们想搞游乐部来击垮我们俱乐部，嫌郑海生碍事。弟兄们，俱乐部就是我们工人的靠山，他们要拆我们的俱乐部，我们说什么也不能叫他们拆，说什么也不能叫他们拆。报告，跑了！啊？什么？跑了？先生愿意出面调停，当然求之不得。不过我们天外有天，还要请示总公司。好吧，我们无非是希望早一天解决，平安无事。是啊，拖下去终非地方之福啊。这批老混蛋也来逼我们，逼我们的也不只是他们。你看看这些报纸，广东、上海、汉口，都在帮他们说话。让他们罢好了，看他们肚子还能拖几天。拖，我们就拖得起啊。是啊，究竟怎么办呢？已经五天了。弟兄们不能老待在这儿做看家护院的。这个吕座放心，矿上早有安排，绝不会空劳部下的。这倒是小问题，我是说老这么拖下去总不是事啊，文的也好，武的也好，总得有个办法。谈判？跟工人谈判？我已经跟吉田顾问商量过，要姓雷的亲自出面谈判。我看不能去，这里明明有鬼。是，不错，这是个阴谋。他们逼我出来谈判，我不出面他们就有话说了。可你去了不是自投罗网吗？这太冒险吧。不行不行，老雷说什么你也不能去。光绪年间他们杀萧长定就是这一套。大伯，这不是光绪年间了，不是杀萧长定那个时候了，现在我们工人已经组织起来了，这步棋啊可由不得他们摆布了。来，我们把各种情况先估计一下。
皇上吩咐，请雷先生一个人进去。好吧，你们就留在这儿吧。来了来了。雷先生，你是个读书人，怎么煽动工人无理取闹啊？工人被逼得实在无路可走，才罢工争取一个起码的做人的权利，这怎么叫无理取闹呢？你们下铁的请我谈判，吴矿长又必不出面，反而调来这许多军队，架起这许多刀枪。请问无理取闹的是工人，还是你们呢？姓雷的，老实告诉你，今天请你到这儿来是给你一个最后的机会，马上叫工人复工。我是代表工人来谈判的，工人提出的条件你们有一条不接受，工人就不能复工。放肆！什么谈判？镇守使有通缉令，再不老实我就把你抓起来就地正法。来人呐！有。我雷焕觉秉正大光明宗旨，做正大光明事业，枪是吓不倒我的。告诉你们，工人已经站起来了，你们就是把我砍成肉泥，也休想工人复工。胡说！请你出去说一说吧。让我说什么呢？
告诉工人他们是无理取闹，告诉他们要把我就地正法。误会误会，告诉他们就要谈判，就要谈判。辛苦了，请大家再忍耐一下，只要我们团结的好，谈判一定会成功的。告诉他们，他们要是不老实，就不跟他们谈了。叫他们老实的。哎，主任，叫矿长出来给我们回话。对，叫矿长出来给我们回话。辛苦出来。趁早老老实实谈判，雷主任是我们一万二千工人的代表，你们要是敢动一动雷主任一根汗毛，我们对你就不客气。你们还是老老实实谈判，少想耍花招。告诉你，这回呀，你们就是泥鳅，也别想再滑过去。对，我还有条件，别想滑过去，老实点。这出戏还没完呢。是的，这只是一场开锣戏，我们要争取的不仅是做一个不挨打不挨骂的人，我们要做国家的主人，要做世界的主人。工人万岁，工人万岁，工人万岁，万岁。猛子，工人万岁也喊着，只有皇帝才叫万岁呢。嗨，喊的当然喊的，我们工人将来就是要做天下的。工人万岁，工人万岁。